林曼，我是陆林。原来不是在做梦，真的是他。等一下。啊。谢谢啊。 21层，谢谢啊。重庆小面，矿泉水。师傅，怎么样？那边矿泉水全喝光了吗？没有，那个辣度正好。哟，挺能吃辣的。之前没见过你。 新搬来的，嗯，我叫陆景文，你好啊，新邻居。忘了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林。你也姓陆？你是哪个陆？大陆的陆。我是小陆的陆。这么有缘，不如加个微信吧。我没带手机。 那报一下微信号码。忘了。我先走了，谢谢。程序员，好像真没交往过，有意思。 谁啊？陆景文，昨天我们在电梯里面见过的。嗨，你怎么知道我住2115啊？因为这一层我都敲过了，都不是你。而且你知道我多巧吗？我就住你楼上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对，你是学计算机的吧？我这电脑进水了，有一个重要资料要用，你能帮我修一下吗？ 不是应该吹干吗？怎么还用水喷呢？这是酒精。哦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？其他专业的人谁会看《代码大全》这种书啊？你不是说，计算机专业不等于修电脑吗？我看你操作挺娴熟的。 可能是我亲戚朋友都喜欢在电脑旁边放一杯水吧。嗯，你在找工作？嗯。新海大学。我说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这么面善的，原来是我小师妹。你也是啊。 重新认识一下，新海大学文创学院09级毕业生陆景文，以后你可以叫我陆石头。哎，你要是还没找到工作的话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？你们公司招程序员？啊，不是，是网络管理员，我们那是影视公司。那我去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负责公司的设备维护。 还有处理各种电脑的故障。
以及网络系统安全，别着急拒绝。普通的程序员我也看不上，我主要是看你还挺懂修电脑的，所以想邀请你过来。公司离这儿也不远，上班很方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薪水也不低。那平时加班多吗？时间很自由，看你自己调呗。如果动作快、效率高的话，你应该不用加班。 可是我是怕你要是继续实话实说，没有公司敢用你。怎么？还有什么顾虑？没有了，我愿意加入贵公司。只是我不需要去公司面试吗？这就是面试了，恭喜你，通过。 回来了，你不是不回来吃晚饭吗？计划有变，爸妈呢？爸妈拖出去散心去了，哎，留我一个人在家啃螃蟹。你回来正好，你快帮我重新扎一下头发，我不方便吃东西。 干嘛呀？快点啊！这皮筋哪来的？这好像是那天我跟陆离逛街的时候一起买的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怎么了？黎曼，我是陆离。原来不是在做梦，真的是他。 谁呀？什么做梦？你快点给我扎上好不好？我不方便吃东西了，快！空荡的房间，闭上眼。你干嘛去啊？哎。 手机第一个画面，哦，你的世界从此不再有我的浪费。哦，爱变得绝对，越是需要的人越是狼狈。谢谢你终于对我说了再见。 在夜里一直反复想了几遍，记忆中那一个夏天，记录着我们的从前。你说要一起走过的那些，都不再重演。说忍住眼泪，微笑面对谎言。可天空下起雨，淋湿了侧脸。 再见，你如期出现不变，可一切回不到从前，那些最美好的昨天。